香港是世界上交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，交通道路网络总长超过1500公里，而肩负起守护这个城市的交通正常秩序和香港市民的安全，就全靠隶属于香港警务处行动处支援部的香港警察交通总部。总部提供两大部门 Enforcement and Control Unit，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，简称 ENC， 专责处理交通道路网络畅顺及对毒驾、醉驾、超速及非法赛车等违例的道路使用者作出检控。另外 ，Accident Investigation Unit， 交通意外调查组，简称 AI， 专责调查交通意外的成因及刑责，以防止交通意外再次发生。这两个驾驶着铁马和隐形战车的精锐部队互相合作，竭尽所能，绝对是我们城市交通道路网络上的无名英雄。再多仍路向美望，胜利在那方？自问站了道理的一方，就合着眼勇闯，全赖你可重放，继续点火，前事随随掠过。痛